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看会计咨询系统教学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一起探讨是第十讲次，今天的主题是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首先，我们来呃跟各位同学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讲次的重点。第一个，我们要跟各位同学来简单的说明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跟其他子系统或者是个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重点呢，是要说明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有哪些主要的业务活动。第三点，我们要说明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有哪些主要的资讯需求。最后呢，我们会呃简单的介绍一个实例啊，就是智慧资本的衡量跟报道有关的一些呃实际的做法。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重点。 首先呢，啊、呃，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呢，呃，会跟企业的这个其他的子系统或个体有一定程度的互动啊，它也是算呃整个业务活动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人力资源管理薪资循环呢，是指跟啊、呃、企业啊有效管理员工的这个有关的业务活动跟资料处理的作业。 那你要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呢？啊、呃，基本上会牵涉到很多相关的流程。那我们首先呢，要跟各位同学来说明，呃，人力资源管理循管理跟薪资循环跟其他的子子系统或者是个体之间到底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所以我们就利用啊顶层的资料流程图来说明啊、呃、人力资源。 管理跟薪资循环跟其他子系统之间资料是怎么样来啊传、呃、送或是互动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呃，我们为各位同学准备的图卡。首先呢，各位同学也看到，在图卡的正中央就有所谓的呃薪资系统。那当然呃，它也包含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其他业务啊。那在这个薪资系统里面呢，呃，会提到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有些机会把它叫做人事部门。 那人事部门呢，主要负责要管理跟员工有关的一些基本资料，当然就包含薪资的异动啊，薪资的异动。那薪资系统处理完的结果呢，也要把它的一个呃报表提供给人力资源部门或者人事部门来呃存参啊，就存查跟参考。这是呃他会跟人力资源或者人事部门的互动。那另外呢，其他部门啊，其他部门会啊、呃、去累计。 啊，他这个部门的这个成员，就部门的员工，他啊、呃、上班的这个出勤的情况，总共做了哪呃做了多少呃工作时间叫工时的资料，那这样的资料会往薪资系统传送，传送了以后呢啊、呃、就可以用来呃计算啊某一个期间啊、呃、不同的员工啊、呃、应该呃获得的这个。 呃，薪资的总金额啊，就是算他薪资的总额，然后再去做一些额外的扣缴项目的计算啊。所以同样的呢，呃，薪资系统也会把它处理的结果，就是薪工报表呢，呃，传送给啊、呃、各个部门去参考。那在处理薪资，就是计算薪资的时候呢，啊、呃，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些啊、呃、扣缴项目啊。 扣缴项目，譬如说，呃，各位同学，只已经在工作啊，应该每个月都会拿到啊薪资的有关资料。那其中各位同学会发现有一些扣缴项目，第一个当然就是所得税的扣缴，那这个就跟啊当地的税捐稽征机关或国税局有关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呃、啊，我们经过根据税法有关的规定，所扣缴的所得税啊，就要定期报缴给啊国税局。 那国税局呢也会呃可能会定期修改所得税的一些相关规定，譬如说所得税的扣缴税率啦，或者是呃要计算扣缴税额的时候的一些呃扣除额啦，或者是抚养亲属的这些相关的规定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扣缴项目，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在，在大概在呃五点钟的方向啊，你们看右下角这边有这个保险公司或是有关的这个机构，譬如说啊、呃、我们。 台湾是实施全民健保，那在呃发薪水给员工的时候呢，呃雇主有义务啊，要增，要根据员工的这个薪资的额度来扣缴一定的健保费，然后定期啊这个呈报给啊就是向这个健保局申报好、啊，并把相关的费用拨给健保局。当然有一部分的这个健保费用是由雇主负担的啊，所以呢这个健保局假如他的 呃，它的这个费用有修改的话呢，那基本上费率有修改的话啊、呃，那这个鉴保局会通知公司，所以这个保险费率跟相关的说明呢，呃，基本上也会有所调整。那各位同学要注意到，譬如说最近啊、呃，政府要实施二代鉴保，那实施二代鉴保的时候要加收附加保费，那这个附加保费呢，呃，可能就是根据啊，根据一些。 啊、呃，譬如说利息啦，或者是呃兼职的所得，要来扣缴一定的百分比。那兼职的所得，假如达到一定的金额，那么雇佣人可能就有义务从你领取的薪资里面扣缴，这也是雇主在薪资系统里面必须要加以处理的。那另外我们在网上看呢，呃，我们整个顶层资料流程图里面还有金融机构。 啊、哦，我们现在发薪水给员工呢，通常啊、呃、都是用转账的方式，也就是雇主要求员工来提供啊、呃、他指定的金融机构的这个账户。那雇主在发薪水的时候呢，直接把呃,呃员工应该当月应该领到的薪资呢，转到员工自己指定的呃户头啊，这是常见的。因此呢，薪资系统会给金融机构一个薪工转账支票，来呃把这个有关的金额。 存到一个特定的专户，供呃做员工的这个呃薪水转账的用途。那最上面这边呢，会呃另外一个有关的就是员工咯因为呃处理薪资主要就是要把呃员工的这个呃薪水计算出来，而且要通知员工说，哎、欸，那这个付计计算薪水的期间呢，呃，你总共应该是呃可以领多少钱？那扣除掉相关的扣缴项目以后呢，呃，最后。 呃，实际上进到你指定的金融机构的户头，呃，还有多少钱啊？这些所得的这个有关资料也要提供给员工。所以，以上我们为各位同学利用所谓的顶层资料流程图，呃，说明了大概他会跟呃几个不同的子系统或个体啊发发生一定的互动。 那经过这样的说明，各位同学可以知道，呃，薪资系统或者是进一步讲，包含人力资源管理，都跟啊所谓的人力资源部门、人事部门各个部门，会跟金融机构、会跟国税局、会跟这个鉴保局、会跟员工啊，会跟相关的往来的金融机构发生一定的互动，所以就会有相关的这个资料的流动啊，这是我们利用啊顶层资料图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为各位同学介绍，呃，在呃人力资源跟薪资的这个循环里面有哪些主要的业务活动。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在呃人力资源循环里面呢，主要业务活动的第一项就是我要呃招募跟雇佣啊新进的人员哈，所以可能会有面谈呐、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的程序要进行。 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呃做工作的分派，就是这些人进来以后呢，我们要给他做什么样的职务啊？要他到哪一个部门啊担、呃、任什么样的这个角色或者是功能？第三个呢，我们是要呃决决定说，诶、欸、那这样的一个职务呢，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薪资酬劳？ 第四个是啊、呃，员工在职期间，我们要给予适当的训练，来让员工啊了解他的这个呃工作的内容要怎么样去执行，还有呢呃可以持续的去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啊，配合组织业务上的改变或成长，来呃提升员工自己的能力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叫做在职在职的这个教育或者在职的训练。 那第五项呢是要呃定期对员工的表现做绩效的评估。那这个绩效评估就是看看员工啊、呃、是不是呃有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那有没有达到我们为他定的目标啊？那绩效评估的结果呢也会影响到啊、呃、员工的升迁或者是是否要调薪啊。这是第五个。那最后一项就是呃员工。 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原因，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会离开呃我们公司啊，就不再继续在公司服服务，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针对员工办理一些离职的手续啊，来确保这个呃。 就是雇佣跟这个呃服务的关系会非常顺利的结束啊，这是呃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些相关的作业。那薪资呢，当然就是呃主要是跟他的薪资酬劳这个作业直接有关，当然也跟他工作分派、职位的高低，还有他工作内容会影响到他薪资的多寡。那另外我们前面也提过说，在算薪水的时候可能有扣缴项目，因此这些项目也会影响到啊最后薪资的计算。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呃，主要业务活动的这个，呃，我们讲薪资循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循环。接着下来我们看啊、呃，薪资循环的主要作业啊，薪资循环主要作业，呃，第一个是要更新薪资的主打，我们刚才提到了员工呃进到公司服务以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工作的职掌。 根据那个工作职掌跟他的年资，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呃薪薪资的等级啊。那将来假如职务有异动，或者是表现良好升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薪资等级就会调整啊。这些资料都会记在薪资主档里面。那这薪资主档里面还包含什么呢？包含譬如说扣缴的税率。 啊，还有呃，建保费啦、劳保费这些项目呢，到底计算的基础是什么？都要在薪资主档里面做呃必要的这个呃记录啊，就是设置相关的栏位啊，来方便我们后续的薪资处理。那第二个作业就是计算薪资跟扣减项目。那薪资的计算呢，可以分大概两大类啊。 第一类是呃有有些人的薪薪资呢是按月计算的啊，就是每个月固定有多少薪资，但是有些员工呢，他的薪资是按工时来计算，就是他做多少时间。 他领多少呃这个薪酬啊，所以不是固定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呃累计啊，就是员工出勤的状况啊。他假如呃工作的时间比较多，甚至还有时候会碰到加班，那这些时数呢都要列入啊薪资总额计算的考量里面啊。这是所谓的啊薪资计算薪资跟扣减项,项目。那我们刚才提过扣减项目可能包含所得税的扣缴啦，可能包含。 健保费啦、劳保费，或者是员工，假如有加入工会，那么工会可能也会呃，经过员工的同意，从他每个月的薪水里面呢，去扣应该缴给工会的这个会费啊。那这些都是扣缴项目，因此呢，你计算薪资的时候是先算出一个薪资的总额，扣掉这些扣缴的项目以后呢，你得到的就叫做薪资的净额，这才是进到员工户头里面的最后的这个金额啊。 第三个呢，我们要呃发放薪资，发放薪资我们刚才提过啦，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可能会为了呃减减少这个减少工作的负荷啦，还有降低风险。 不再呃从银行里面领这个领钞票出来，然后拿到公司装这个现金袋啊，装薪水袋，然后把现金发完给员发放给员工，而是大部分是用转账的方式，但是有些员工可能是呃兼职的或是临时性的，说不定还是会拿到现金啊，所以有两种情况，一种发发放，有一种是直接给现金，有的是可能就是转到这个金融机构的户头，这都是所谓属于发放的性质，所以发放性质的时候当然要确定啊，呃是本 本人拿到，或者转账的时候会转对，转到正确的户头。这是发放薪资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些啊、呃、程序。那少部分情况之下，说不定我们会开支票给员工，那也要确定啊、呃，支票是交付给这个当事人，而且呃，通常会要他要求他签收啊。这是发放薪资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呃控制的作业。再来是呃。 报缴代扣减的金额跟报表哈，就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些扣缴项目，那我们就会呃报缴到这个国税局啦、健保局啦、劳保局啦，那最后的这个报表也要跟着这个报缴的金额一起送过去，这是大概相关的作业。那我们呃为了要帮助各位同学呃。 稍微具体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第零层资料流程图来把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些主要流程跟呃资料流呢，再做一个呃扼要的说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啊，这个第零层的资料流程图。呃，首先呢，呃，各位可以看到呢，第零层的资料流程图是在是在顶层资料流程之下啊。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在这边。 呃，一样是薪资循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作业。那其中呢，呃，第一个作业是在我们的右上角啊，就是呃更新薪资的阻挡。这通常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来决定啊，呃，员工是不是有薪资的这个变动。那这个薪资变动就会记到薪工的阻挡。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各个部门呢会提供啊、呃、相关的这个工时的资料，就会到左边这边的。 二点呃三点零这边要计算啊、哦、验证工时跟出勤资料，那验证工时出勤资料以后呢，就会计算啊、呃、他应该领取的薪资。那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所得税率啦，或者扣缴项目，所以假如所得税率或扣缴项目有变动的时候，也要更新相关的资料档案啊、哦、资料储存的这个部分。然后薪资计算完毕呢。 就会有所谓的发放薪资，这我们刚才跟各位同学简单说明过了。所以呢，薪资发放了以后，就会产生啊薪资转账的支票送到银行啊，让这个银行把我们啊其他户头的这个呃金额呢转到这个薪资的专户，然后将来转账给员工的时候，就是用薪资专户转到员工的指定账户。另外，员工也会拿到他的薪资的支票。 跟清单或者是薪资的明细表只要是转账的就不会有支票啦，那就是一个薪资的清单。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啊、呃，所得税率啦、健保费的费率啦，或者劳保费的费率的这个异动呢，通常是由啊、呃、政府的这个主管机关来决定啊。那另外呢，劳保局、健保局也会对于呃健保费的保,保费率的一个调整啊，会提供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计算出来这个呃薪资呢？ 除了呃由员工自己负担的部分之外，也有雇主负担的部分。譬如说，建保费、劳保费都有啊，属于啊员工负负担的，还有雇主负担的。然后整个计算完毕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薪工的税啊，或是扣缴项目呢，就要报缴给政府机构跟啊劳健保单位啊。那 根据这样一个流程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算是完成啊薪资循环的呃相关作业啊。 所以，呃，透过我们刚才的说明，各位同学应该可以了解说，呃，整个薪资的这个处理作业呢，啊、呃，当然会跟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很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同时也要去符合啊、呃、政府各主管机关的规定啊，譬如说国税局啦、健保局啦、劳保局。那当然我们也会跟银行有互动啊，所以薪资的这个处理呢，其实也啊、呃、也也是相对。 复杂啊，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会遵守相关的法规，而且要呃确确定说，诶、呃，员工呃会领到他应该领的薪资，他的权益会得到啊、呃、应该有的保障啊、哦。这是啊、呃、大概薪资循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大致上的概念啊、哦。那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同学说明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呢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啊、哦？那威胁的种类呢有有很多种啊、哦。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呃，这威胁的种类大概可以分成。 啊、呃，第一个是啊、呃，雇佣不合格或不不诚实的员工。那你为了要避免雇佣不合格或不诚实的员工呢，这时候你要呃做好这个背景调查啊、哦，就雇进来雇佣进来是合用的。第二个是违反劳动基准法跟相关法规，就是你因为不不了解这个法规的规定呢，而没有去遵守它，这有有可能会被主管机关这个裁罚啊、哦，这对企业的形象也也是不利的。 那第三个呢？呃，你有有人未经授权去啊变、呃、更薪资的阻挡，那就会影响到你薪资的一个计算，员工可能会拿到的薪水是不正确的，那企业算出来这个薪资的相关费用也出了错误啊，这是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的。 那第四个是啊，工、呃、时的资料不正确，也就是这些工时的资料呢，可能在啊、呃、累计统计的过程当中啊、呃、发生错误。那这样员工可能拿到的薪水也是跟他实际的这个努力不成正比啊，这也会影响员工的士气。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另外呢，呃，薪资处理发生错误，当然呃，对企业对员工都会造成啊、呃、一定程度的困扰啊，或者是麻烦，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 还有，我们发放薪资的时候，会不会发发给错误的对象，或者是薪薪资有关的这个现金啊，或者相关的资料呢？被被偷走啊，这都会,会造成企业的损失。所以我们在呃整个运作的时候，必须要确保说，哎，我资料不会遗失，不会被偷走，或是甚至呢，薪水资料是很敏感的，不要这个对外面的人去啊、呃、揭露，因为免得侵犯呃员工的隐私，甚至违反啊、呃、现在。 已经开始运作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这是我们对于啊、呃、薪资循环应该有的一个呃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呃新人力资源管理跟薪资循环有哪些主要的这个控制程序啊？第一个，我们要强调是要做好职能分工，就是工时、出勤记录的。 这个验证啊，薪工组长的维护、薪资的核算，还有薪资的发放，这些不同的这个呃工作呢，应该尽量分开由不同的人来负责啊，这样才能够落实职能分工的呃要求，避免呃发生舞弊啊。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有关的表单跟账册的编制、使用跟核对呢，要呃尽量的要呃。 正确啊，要完整，所以有相关的表单，有寄工单啦、啊、工司卡啦、啊、薪资的报表、薪资的支票、薪工的税捐啊报表，然后劳保劳劳劳健保费的报表、扣缴的凭单，这些都是有关的表单跟账册，我们都要确定啊，它在编制、使用、核对的过程当中会完整啊，正确，不会有所遗漏。再来是资产的这个保管跟记录的维护啊。 资产就是相当于，譬如说，新工的主档、薪资的支票，还有这个薪资有关的记录呢，都应该啊、呃、做适当的这个保管。那最后是呃，在这边还有一个资料存取控制。 跟备份与复原，就是新工有关资料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应该要限制，呃，没有权限的人不应该随便去看呃，呃，员工的这个薪资的资料，比如说谁的薪水高，谁的薪水低啊、哦。那最后一个是呃绩效报告的编制跟检视啊、哦，就是看看呃人力资源的运用的情况，那薪资的这个呃费用，它大概的一个相关的分析。 那另外一个就是啊、呃，我们要谈到就是诶，那资讯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产生资讯，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人力资源跟管理呃，人力管理跟薪资的这个循环呢，它的资讯需求有哪一些？第一个啊，我们要提供外部使用者跟薪资费用有关的资讯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国税局啦、健保劳保局，这都属于典型的外部使用者，当然员工也是啊。那第二个是呢，年度报告应该揭露跟 啊、呃，人力资源有关的资讯啊，来告诉这个报表使用者，我们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啊，它的一个长期的目标策略，还有具体的一些政策跟做法，呃，到底是怎么呃有哪些具体的内容？那再来就是呃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啊，它通常会需要更细节性的资料来决定什么呢？呃，决定第一个组织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人力需求，可能要。 针对未来三五年啊，我们的组织将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那需要去取得哪哪一方面的这个具有哪一方面专长或者是知识的人力啊？那预做一些准备跟安排。第二个是要去啊评估员工的绩效啊，就是看看员工的这个呃表现好不好。 那第三个呢，是要呃了解员工的士气啊，就是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这个方式呢，去了解员工在工作岗位上面他是不是呃非常有精神、非常积极，还是非常的消极啊，来作为呃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措施的依据。那第四个是要啊。呃 去评估薪资处理的效率跟效果啊，也就是说，薪资的作业是不是非常有效率啊？会不会有薪资因为作业发生错误而这个没有及时发放薪资啊？还有这个啊整个薪资本身啊，它的一个合理性、公平性，比如说要调薪、要调整职务的时候，那是不是按照员工的这个表现的好坏来作为啊调整的依据啊？这样才会让员工觉得他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最后一个要跟各位同学来呃说明的这个第四个重点就是智慧资本的衡量跟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同学呃举的案例是国外的一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叫做呃 Scandia 公司，这家公司是一个呃北欧的公司啊，那它的业务呢主要是做啊、呃、财务金融服务的。那我们介绍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呃它。 是大概是世界上呃最早针对智慧资本做加以这个报道的企业之一啊。那它的具体措施跟啊架构跟措施是，它在一九九一年啊，大概就在二十年前啊就已经首创先例，去雇佣一位呃智慧资本的主管。那智慧资本英文叫做 intellectual capital 啊。 那他九一年雇佣这个智慧资本主管之后呢，就积极的去规划有关智慧资本的管理跟报道。所以在九三年啊，他就发布有关呃智慧资本啊价、呃、值的年度报告。也就是说，我每年七月会出一份报告。那在他年播報,报告里面呢，就放了跟智慧资本价值有关的报告。那这当然是一个创举啊，就是很少公司会这样做。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叫智慧资本呢？呃，在 Scandia 这边，它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结构性的，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结构资本。那这两个部分怎么去区分呢？个人就是指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他的智慧。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啊，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所以这个个人智慧资本就是员工跟他的经验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叫做个人的智慧资本。所以员工只要受的教育程度高，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那相对来讲，呃，他的个人智慧资本可能就会比较多啊、哦。那所谓的结构性的智慧资本呢，是组织的相关资源啊。哦 用来整合个人智慧资本，然后把它呃做比较有效的运用。所以，结构性的智慧资本就是结合很多人啊，组织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知识技能。那我们透过啊组织的这个呃有结有结构的方式，把这些人知识技能把它整合运用，呃，希望能够产生中效啊，就是综合的这种效果。那这这种叫做呃结构性的智慧资本。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呃区分以后呢？ 呃，智慧资本主管啊，就跟会计长他们合作来订定啊多项智慧资本的衡量指标，也就是我要看看说我的智慧资本呃到底是有哪些啊具体的这个衡量的方法或者是项目，那跟根据这些项目呢来定期追踪呃这些指标，它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差，有没有进步，还是呃慢慢的这个又又呃衰退了。 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衡量。因此呢，它的长期目标啊是要把智慧资本的指标的一个变化趋势，跟传统的财务绩效指标来互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呃，我们应该可以合理一起啊，个人的智慧资本跟组织的结构性的智慧资本啊，两个合在一起看，加以这个有效的运用。那假如个人的智慧资本高。 然后呃，我们形成一个团队，结构性的智慧资本又能够发挥综合的效益，那这时候呢，应该可以反映在企业的经营绩效上面。所以长期来看，我们只要能够去呃注意到个人的智慧资本是不是不断的有增增增进啊，那结构性的资本是不是也能够同时的提升？那只要这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那企业整个营运呢，应该可以受到正面的影响。那 一旦它受到正面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就会变得比较好。那比较好的时候呢，这个绩效就会出来。所以长期来讲，呃，企业的智慧资本，假如啊、呃、有呃明显的啊、呃、增长或者是提升。 那企业的财务绩效应该也会啊产生一定的这个呃正面的效益，因此这两个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对这个 Scandia 这家公司来讲呢，他们就希望啊智慧资本主管跟会计长两个来合作，那么订定一些呃具体的指标，一方面能够衡量啊智慧资本的一个变化。 的长期趋势，然后进一步去了解说，哎、欸，那智慧资本的变化趋势跟公司的财务绩效是不是可以做有意义的连接？那这样方便我们做两方面的管理。所以，我们今天为各位同学介绍的，呃，这个案例主要是要强调说，呃，大概在二十年前啊，呃，这么一家公司已经开始关切这样的议题。那智慧资本这个主题呢，在最近这五年、十年来也，也呃，越来有越大的公司去重视它。这是广义的人力资源管理里面的一环啊。 因为我们希望能能透过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帮助企业创造比较好的这个经营的绩效啊，来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啊，所以我们今天呃为各位同学探讨的主题就是人力资源管理，那它就会连到呃人力资源管理，当然就配合后面的这个薪薪资酬劳，所以就有所谓的薪资循环。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把它做好呢，呃企业的经营啊才可长可久，因为我们都可以了解人力资源是企业。 最重要的资产，那我们要好好的加以管理。因此呢，呃，传统的呃人事部门呢，现在都已经被改名叫做人力资源部门，强调人力是企业重要的资源。好，我们应该要妥善的加以管理跟运用。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讲是呃，大概到此。 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在下一个讲次呢，我们会跟各位同学来探讨呃总账跟报道循环啊，那呃就是介绍这个总分类账跟报道管财务报道管理报道有关的一些议题啊，欢迎呃各位同学啊到这个下一下一个讲次呢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节目来了解呃总账跟报道循环有什么样的一个呃内容啊跟重点。那我们今天呃这个讲次就到这边，再见。